时间，那你给断啊，你那那，我等下一段时间，那有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慢慢的走走，让，因为我们还是会想摆这种形式的吗？也没有，我们空间不够呢。我们当然，2零产区产业的一个成果发表会，最主要是它是提升在地的一个产业的增值，然后也或许给。一些外地人知道说我们二林这个地方有一些产业的小旅行，比如说采果、品酒，然后那个一些做荞麦面 DIY 的流程，然后希望说借由这种活动的话，其实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在地有什么样的产业，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样的曝光，然后也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小旅行这样子。是像我们这边是斗院休闲农业区，可以上我们斗院休闲农业区的网站，甚至农业一游网的网站都可以来报名，就 Big Class 这部分。所以我们会在游程的大概比较大型的游程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游程的内容把它泼到这些个农业一游网跟 Big Class 还有这个斗院休闲农业区的网站上面去，大家都可以看到里面的游程这样子。休闲产业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嘛，一层、二层、三的一个六次方程式的一个产业。所以所谓一级就是我们的原料，我们的产业；第二级就是我们的加工；第三级就是体验行销。那我们觉得二林已经把农业做得一个非常到位，包括我们产业界已经非常发展很好。那加工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的果园还有做很多特别的口味的一个加工产品。那另外还有农会的荞麦艺人等等，那最重要的我们是有酒庄，把那个酿酒葡萄发挥到我们最好的一个酒庄的一个部分，也在台湾全省打出名号，就是我们是二林是酒庄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把这些特色把它的一个整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程，就会讨喜这个消费者来这边来做观光的。那重点我们也希望那个交通的部分能够改善。那中科也目前在二林也。二林好赞，来看一下前方，比个赞。那象征的呢，我们的二林特色农游的列车即将启动，大家一起为二林发展一起努力，也请我们的这个应宏老师。